猫鼠圣诞节活动介绍和攻略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毛盖。本周猫鼠又是照例更新嘛，但是这次一点角色改动都没有啊，都是有关圣诞节的活动啊。没办法了，我也没打素材啊。那就干脆给你们做一份有关圣诞节活动攻略啊，帮你们快速了解这次活动内容与奖励的获取方法。哎，别忘记先点视频点上一个免费的赞，让我们开始吧。首先得吐槽一句啊，这次圣诞节活动和以往的基本一模一样啊。第一个嘛，七日登录的签到活动啊，其他都没什么的，就最后一天你可以免费领取一个 S 级圣诞树的装饰道具啊。第二个是圣诞赠礼活动嘛，那大家前面几个赠送人气礼的任务可以做一下拿下奖励啊，后面就是需要氪金了，全部做完可以领取一个基础皮肤啊，说实话还是挺可爱的，喜欢的老板可以冲一波啊。第三个就是圣诞老人的礼物啊，开这个盒子是需要那个祝福硬币的，在那个商城可以通过银币购买，老玩家们就狂喜了，直接拉满，一共有九个盒子啊，宝哥就一次性全开了啊。这个皮肤盒子应该是里面最好的奖励啊！啊，咱们开一下，能开出什么？看一下，我的天，天使太妃吗？好吧。啊，总之奖励就全部在这里了啊！开完的话，一共需要50万银币啊，银币不够的玩家就只能靠那运气来摸奖了。第四个活动就是玛丽的新圣诞皮肤啊，只能通过开盒子开出来，不免费的。这个喜欢的有条件的可以冲一波啊，皮肤还是挺好看的，但是肯定没那 S 皮好看的啊。第五个活动就是在活动期间啊，可以在匹配天梯休闲日中捡取地上的铃铛道具啊，有上限的，一天最多130个好像，或者做任务获取这个铃铛。那这个铃铛道具有什么用呢？它可以在商城里的圣诞专属板块里购买这个装饰品礼盒啊。装饰品礼盒可以开出那个圣诞树的装饰品啊，用于装扮你自己的圣诞树啊，有点绕口啊。点击圣诞礼赞啊，再点击装饰，就可以用你获得的装饰品来装饰你的圣诞树了。第二天登录时，可以在圣诞树下领取奖励啊。那奖励的好坏与那个装扮值高低有关的啊。哎，主打这个礼物是可以互赠的，这个装饰品啊，有多的装饰品可以分享给好友。这就是圣诞迷路的活动了，那完成其中任务啊，可以获得迷路踪迹码，用于获取下方的奖励啊。活动时间共14天啊，任务档的话最多只拿到星星那档的奖励啊，一元档加任务档最多可以拿到库珀皮肤的彩饰啊，所以你想拿到库珀这个皮肤的话，你至少宝哥算了一下，你得花38元啊。不过确实挺有意思的、啊、这个皮肤啊。好的，这是本期全部的更新内容了，不知道有没有帮到你们呢？哎，宝哥还是挺感慨的，看到宝哥这2020是吧，2021的过期的装饰品是吧，宝哥都没舍得卖。哎，这都是我逝去的青春啊。好的，最后喜欢的话别忘记再点关注啊，咱们就下期再见了。